那接住落嚟送俾各位另外一出折子戏，系《敲红》。故事咧系取材自《西厢记》里面崔莺莺同埋将军睡嘅故事。其实崔莺莺同将军睡咧，一早咧就俾呢个红娘鬼鬼马马咁穿针引线咧，咁佢两个咧已经系私定终身啦。咁嗱，崔老夫人咧就好似发觉到有啲唔妥当。咁啊，其实鸡春咁密都会播出仔啦，系咪啊？咁一路之下咧，就嗌呢个红娘咧嚟敲门。咁究竟崔夫人问唔问到要领咧？红娘又点样应付呢个好精灵嘅夫人呢？好啦，咁接住落嚟咧，我哋有请为我哋饰演呢个崔老夫人嘅咧，系金堂曲院嘅创办人粤剧红伶黄金堂老师，咁佢系饰演咧崔老夫人嘅，咁啊饰演红娘嘅咧系程淑妍小姐，咁啊仲有两位咧系饰演丫鬟嘅，咁一位咧就系陈碧珊小姐，佢系饰演翠珊，另外一位咧系李玉云小姐，佢系饰演翠云嘅，好啦。马上送给各位敲红，有请。我话真正系冤呢教，我定必要洗夜茶。佢心焦贪书生，确系有差，碧玉无瑕。我话真正系冤呢教，我嘅内心似乱麻。你叫莺莺嫁张生。世系他作罢，其实系张生佢够潇洒，你应该爱，你应接定丽花。佢哋相爱系镜中花。我都未许钟情啊，我当初许婚姻当系假，应该啊作梦梦梦话。夫人小心啲啊！你明知夫人只脚软噶啦，好惊啊！掃下佢有冇污糟？唉，你哋有所不知噶啦。上門不立寒酸誓，西廂未開鐘情啊。
衰就係嗰個趙紅娘，俾 L 佢出嚟嚴懲敲啊打。夫人有咩吩咐啊？夫人叫我入去哦，攞藤條哦，要條靚嘅藤條啊！我知道啦，夫人。唔好企埋，企開啲。我知道。企埋啲啊，唔係企我咁埋啊，企開啲。我企開啲喎，夫人。梗係啦。啊，同阿夫人，啊叫我啊入去，啊叫阿紅娘姐出嚟啊，見阿夫人你。哎呀，知道啦，夫人。自精呢一次嘅你，次次都撞嘅。寫得出嚟嘅咩？你哋啲女仔人咩家，成日鬼鬼麻麻，你啲行啊为得咁秘密，夫人一定向啊你跟啊查，冯小姐心猛啊夜。一走去花园，两个徘徊冤下。我话其呀、啊、中定有缘那、啊、姑，快些对我说那啊啊啊啊啊爸啊啊，跟啦啦啦啦，跟啦啦啦啦啦跟啊啊。红娘埋嚟，你是若啊不对我讲啊明，我誓将你呢个贱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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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法伺候，知道。企稳啊你，打过你，仲打唔到你？夫人啊，夫人你唔好打啦，夫人。捉快啲啊嘛，唉，差啲打死夫人。你坐低啊！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你唔使咁嬲噶，我帮你教训下佢吓。梗系要啦。红娘，俾夫人打，唔到你话走噶。揸住先啦，夫人。嚟，企定定喺度，企定定喺度，叉住腰喺度，叉住腰喺度，打
身體度，打側身體度。啊，夫人啊，啱、打噶啦，啱打啦嘛、你有咩講？你講。夫人啊，無憑無據，稱作此事細查，是否信口開河？夫人啊，你究竟聽邊一個嘅話？使嘴刁刁啦，话俾你听啊！夫人当然系有凭据，我话事实的确无差。哼，一日都系俏丫鬟嚟，唔打佢就唔怕。我有心臟病的，夫人，想清楚才好說啊。夫人啊，我記得了，記得那晚在心懷，我們主僕閒談讲咗啦，乜嘢说话？快些对夫人你说根牙啦！佢话你负义忘恩，情虚兼义假。切！我猜，金银珠宝将佢就系来相赠，自问夫人待佢唔算差啦啩？吓、啊？唔算。咁佢仲有咩嘢讲啊？佢话你恩转言报，自令佢单痴性命依依。混着乱噏。小姐便与他借
雞嚟嘅，真係唔夠你講。不過咁喎，紅娘。係咁話就係咁話就張生做人就唔鬼花。我話俾個皇帝佢做嗰啲細起棚三牙。老實講啊，做人有時就要奸詐。佢係癞蛤蟆，我個女係天鵝肉食咯喎，咁易佢都唔怕受監。我問你啦，佢乜嘢身似蘿蔔皮，上國千金點會將佢啊蛤蟆？咁又唔係咁話啦，夫人。想創佢個心。我話夫人你做事，分明係長自己嘅嘴巴。大膽。嘢嗱，你今次累己累人，我哋将婚姻都还散啦。算啦算啦，我怕咗你啦，唔使惊，夫人唔会打你嘅。我问下你，佢两个仲讲乜嘢嘢啊？佢哋讲俾我听啦。佢哋后面。张生叫我扯，咁我咪扯先啦。后面点样，咁我就唔知噶啦。真系扯咗？系啦。唔知？唔知。真系唔知？真系唔知啊！咁我都扯咗啦，咁又点知咧？咁又系嘅，扯咗我点知佢讲乜嘢咧？嗬？啊！你最喜歡吃燒鵝髀的，哎呀，夫人，你怎麼知道的？你就想吃了。是。你說給夫人知道，夫人就給你吃咯。夫人，那我說給你聽吧。但是我都不知道怎麼說呢，夫人。那是的，不知道怎麼說呢，是的。不知道要說的了，如果不是我就打的了。哎呀，那他還有什麼說啊？是啦，就是真的想問下你，你埋嚟埋嚟，唔使驚。你成日話張生好啊嘛，到底佢點好法？你講俾夫人知，如果夫人話佢真係好嘅，咪將個女嫁俾佢咯，橫掂都要俾人噶啦，唔通俾翻自己咩？係嘛？你咁又係喎，咁乜嘢好啊？咁我講俾你聽啦，夫人。乜嘢好啊？我话明系你诸多鬼马来代替他人，传话你搞成咁呢啦，我打过你就会惊一怕。攞架撑嚟。真噶？呢啲音乐太过 soft 啦，硬正啲就要羅叉至得嘅，話俾你聽。嚟啊嗱，整個四指佢嘆下啦，嘆嘆八，你唔死？真㗎，真㗎，哎呀，哎呀，行快啲啦！仲打唔到你一次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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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夫人，夫人，你先得啦！夫人，頂住啊，頂住！哎呀！哎呀，等啦！夫人，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夫人，你唔好咁嬲啦！夫人啊，你唔好嬲啦，你唔好嬲啦！
話唔好撳前邊咯。夫人嘅前邊亂撳撳嘅咩？你估？撳後面啦。係咯，撳咗扁咗點？後啲啦嚇。唉，陰公啊！一樹梨花，今日遭遇雨打。我的掌上明珠片了千金的膠，一对千花蝴蝶都早已钟情眼。为什么你这么鬼好声的？你吃什么到底？夫人就顶着这条戏唱低八度，你就唱高八度，是都要顶着我这条戏的。唉，苦雨凄风放在相府门檐下咯，望得巫山云开，再回他。唉，真系条戏啱啱上翻嚟。唉，我日想无思，将泪来牵挂得来牵牵挂咯。观众喺度乱唱嘅嘢嘅咩？你哎呀，夫人，华哥写俾你唱系嘛？唔系啊，夫人，我见你咁伤心，我唱两句咁多，想你仲止两句，唱咗四句啦，明明翻添啊！唉，我唔识讲。夫人啊，你唔好嬲住咋？其实今次嘅错都系夫人你自己造成嘅咧。咩话？夫人嘅错？哎，算了，你讲啦，讲啦，讲啦。夫人啊，我个膝头哥跪得好痛啊！起来耶吧！哎呀，多谢夫人啊！夫人啊，咩事啊？叫咗你起身啦，仲唔讲？嗱，咁我讲噶啦噃。夫人你和差哥哥差，扎住，既然唔被先知教，我有权噶，既把天生佢后嗣，仲偏使佢去怨妇见丫鬟，更不应轻易。痴痴男，一
呀呀，一朵鲜花毁地，变咗烂茶渣。唉，算啦算啦，我怕咗你咯，红娘。系夫人。同我 L 话小姐佢出嗱下下嗱下下下下嚟去啦，夫人啊，你千祈唔好将小姐拒责嘛。唉，我叫得你去，梗系唔会闹佢啦。唉，总之系惨咯，惨咯，今次。偷鸡唔到啊，蚀渣米，真系和差我个惨啊！笑乜嘢你哋？啊啊啊！啊！